实就搞个兴趣大家。还有拳击赛。拳击赛。很累的啊。很累啊，超累的。两个人打都会啊。哎，今天那个你同学有教我啊。对啊。同学啊。分别解决。我们以前高中怎么那个同学间如果就是有纷争，那是在宿舍两个拳头丢过去，PK 直接打拳击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打输你就不要讲话。还有裁判吗？没有，会不会危险？不会打。被打到站不起来噻。就看啊，看谁先投降啊。高一进去都看学校在那边打。哈。啊，你们那柔道不就是摔了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全套啦。就是通常我上次是脚力队跟什么射箭队。对，我记得。特地第四，他们就。是。开玩笑的。做王九阵是。各自拿各自的工具打。啊。空气枪力。哇。空气枪力，他不回了。射箭的意思。不回一步。那多少条下去？田径不了，田径一直都赢不了，知道吗？田径只有跑得笨，都跑追不到我呀。追不到，追不到。被抓到就在地板上面，棍抓到他，棍，不然他还有铅球啊，铅球小没有，我们都只有直，我们只有竞赛哦，那都一次机会，出去都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